风塔已经被溶解。阿历克斯，15年了，我们总算赢了一次。这个区域的金鱼真正停止了。我为你制造了战术中心的能量彩条，这一刻值得庆祝。真漂亮，现在不知道其他人状况怎么样。所有风塔都熄灭了吗？李影摧毁了机电城市的风塔，剩下的几个风塔机组也相继关闭。现在实际上仅剩一个风塔机组，萨尔曼正在关闭它。太好了，剩余的风塔设备在机电城市和威莱群岛，李影已经解决了一个，萨尔曼这家伙肯定没问题。哦，打断一下，这消息有点奇怪，萨尔曼给我的，你看。三门，你们那边什么情况？我刚刚到中国城。很糟糕，敌人太多了，现在我们在丛林里，听你的口气貌似发生了什么事，你怎么了？我一直感觉有什么东西跟着我。等等，我看到他了，这是一个孩子，我过去看看。别过去，这不可能是个孩子，这么多机械警卫，他怎么可能自由通行呢？可是他站在我需要走的通道里，如果他想杀我，早就下手了。奇怪，他不见了。李影被人跟踪，收到李影的求救信号，就在现在，信号在坦贝拉工业城，他怎么可能在那儿？我去看看，你来准备传送装置。好的。看来你已经选好了，我来开启传送装置。这里是第一个空中城的建立地点，这儿的空中城极端神秘，谁也不知道这座空中城的功能。不知道李影来这里遭遇了什么，比尔费曼真厚道，获得权力后给自己的出生地一个礼物，死亡。艾利克斯，这地方不对劲儿，很多机械警卫出没，我现在没有李影的信号，你需要进入这个基地的深处，打碎这些能量罐，让封闭的铁门打开。好的，能量罐的位置已经获取，这里居然还在运作，不可思议。小心，女巫无人机，快往后撤，寻找高的建筑。
能量罐飞出来这些东西看着真恶心。阿里克，小心地下！
能量罐已经摧毁了，你现在可以检测到李颖的信号了吗？还不能，这个基地的能量罐还有很多，你需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摧毁。没问题。你现在可以选择回战术中心升级铠甲，也可以选择继续前往坦贝拉工业城的深处。这个大门应该由一个能量罐控制，注意你周边的地形，有一个能量罐在高处，位置发送给你了。位置收到了。
小心女巫战机，利用旁边的猫眼和他周旋，月黑曼真是疯了，这么多机械怪。大门打开了，回到入口处去看看。小心增援敌军，利用高地区外的
你现在可以选择回战术中心升级铠甲，也可以选择继续前往坦贝拉工业城的深处。Alex， 我检测到灵影的信号了，所在位置是在山中的能源孵化器，你需要消灭这个区域的机械警卫，打开通往能源孵化器的通道。真不知道灵影在那种地方做什么，希望他平安无事。
能源孵化器的能量罩总算消失了，给我李颖信号的具体位置。信号消失了，最后地点就在下方的能源孵化器出口，现在这个区域检测不出任何信号。我去看看。是什么装置？这是一台通往天空城的传送设备，地面合成的光原子就是通过这个设备送到天空城的。看来利用到坦贝拉天空城内部了，我要想办法进去。天空城很凶险，你进入后我依然可以帮助你，但我不建议你进入，我们最好一起报告总部。我没有其他选择，利用跟我一起进入反抗军的，我有责任保护他。他在天空城做什么没人知道，如果汇报总部，那帮人一定会怀疑他的忠诚。你应该明白后果，我不希望这样。好吧，我会临时改写传送装置的源码，你现在启动前方设备的开关。谢谢。Alex， 这里的敌人很强大，一定注意敌人动向。我现在处于什么位置？可以检测到李颖的信号吗？我看到你现在处于 A3 区域，李颖的信号很弱，无法定位，但是 B3 区域有反抗军的信号。这很奇怪，反抗军怎么可能进入天空城？我去看看，可能有收获。
坦贝拉天空城是做什么的？反抗军全部惨死，他们遭遇了什么？看来世界人口大量消失，不仅仅是因为基因语，还因为比尔菲曼竟然用人类维系天空城的运作。光原子合成的原料中有几样在人类身体中获得最方便，这些能量被提取后存放在冷冻箱中，用来快速生成光原子。你确认李颖在这里？ Alex， 你很清楚现在发生的事情，这种情况下李颖根本没有生还希望。李颖的信号那么弱，他一定已经被装进孵化箱，只是他还没有完全溶解。我必须销毁这个活人祭祀场，告诉我怎么做。你必须开启空中城的自毁装置，这个装置可以销毁这个地方，但是你也自身难保。我去哪儿开启这东西？ X3 区域，那里有机械守卫者，你摧毁它之后自毁装置自然会开放。把位置给我，我本来就是战士，我无法忍受这些。死亡是每个人的终点，同归于尽也是死亡的一种形式。我尊重你的决定，你去庇我机房摧毁电源，这样可以强行打开 X3 区域的密码门，这是 X3 区域的位置。Alex， 小心，你面前的掩体会移动，注意隐蔽。
上多了一个 AR 区域，别着急放弃，天空城一定有装置向下传送物品，你赶快去这个地方看看，击毁比尔费曼的空中城，你安然无恙，这是更好的选择。听起来不错。随着坦贝拉天空城的陨落，巨大的爆炸让地面变得一片废墟。人类在庆祝这场前所未有的胜利，而生活在这里的机械生命全部消亡。摧毁坦佩拉天空城之后，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，当英雄的感觉怎么样？哎，糟透了，反抗军过度宣传这次胜利，其实天空城主城的内部样貌我们根本不清楚。反抗军直接进入天空城的确有些冒险，不过暂时也没有更好的选择，毕竟风塔已经熄灭，坦佩拉天空城已经被毁，击落天空主城是胜利的最终一步，一定会执行。现在我们连怎么开启天空城主城的传送门都不知道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天空主城的传送门的确奇怪，我已经试着打开它，可是由于能量问题，未来群岛的传送门无法打开。天空主城投放机械警卫，
必须使用这个传送门。应该是比尔菲曼有所察觉，关闭了能源输入管道。总部派遣萨尔曼去石油小镇调查，也不知道他遭遇了什么，现在还在抢救。我和萨尔曼多次合作，他的实力让我很意外。我们现在必须明确传送门的状态，我去威莱群岛看看。看来你已经选好了，我来开启传送装置。
看来你已经选好了，我来开启传送装置。看来你已经选好了，我来开启传送装置。